你不是说咱们要搬新家吗？啊，本来要搬的，可现在我得找点时间去挣点钱，这不挣到钱就没法搬家。您终于想通了，这钱就当是我借您的，我一定会还的啊。这个密码是多少？什么密码？取款密码啊，取钱得要密码的。那钟情给我办的，我不知道。咱们赶紧吃，吃完去趟银行啊，快吃，木木。老大爷，您要办什么业务啊？要办什么业务？啊，是这样啊，我爸呀，这个银行卡密码给忘了，想重新设置一个，再取些点钱。大爷，是这样吗？都行，都行啊。大爷，您不能都行，您得告诉我您要办什么业务。他说办什么就办什么。不行，大爷，要办什么必须您自己说。哎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爸呀，他有点糊涂，所以呢，这样我可能不能帮您办理这些。为什么不能办？对不起，先生，我看不出他是出于自愿的。不是，他就是因为不清楚，所以呢，才由我来帮他办。他是我爸的，不行吗？他是您儿子？啊，他是我女婿。那你女儿呢？让你女儿来帮您办一下吧。哦，她来不了。那这孩子是？他是我外孙呢。小朋友，他是谁呀？他是黄叔叔。对不起，我实在不能帮您找回密码。我